嗨，好可爱哦！我们要到了，但是好像还没有。Good morning， 大家好，我是傅冠杰，欢迎来到 Fula。我现在正在 Johor 马来西亚这边，然后今天跟我们 Fula Family 两个成员一起去外面，我们要去一个海边那边露营。他们是这边的当地人，然后我是第一次来。I hope you're ready， 今天应该是个精彩的一天。All right， let's go。我们现在来到Johor非常有名的洋记巴库德，听说这里的巴库德 very very good， 尝尝看吧。你也是第一次吃吗？第一次吃。哇，我发现你们好多第一次都跟我一起啊，太棒了，太棒了。当然要先尝一下它的汤哦。哦，哇，很甜哎，排骨感觉炖了很久。因为我吃过 Kale 的，我觉得 Kale 的比较咸一点，感觉酱油味比较多一点。这个我好像没有吃过，猪肚子啊。哦，鬼胡椒味很重，好吃。它的猪肚子煮了很久，因为它不会感觉很难咬掉。因为有时候感觉咬了十分钟还是有弹性，就刚刚吃口香糖一样。还有啊，这个是猪肉嘛？猪脚。猪脚，哇、哦、，so juicy， 这感觉就是很入味。我很新鲜的吃法。哦，好嫩哦。嗯，你有试吃猪脚吗？有。它的猪肉是入口即化，超好吃的。Good choice， Full Family。如果你们有来到酒会的话，推荐这家。Good。我们现在来到了我的办公室，就是我的新座位。然后 ，Brian， 你现在？我是 Customer Service。Adeline 是Purchasing。我的部门就是 entertainer， 就是他们生意太好的时候，你知道有时候要等，那我就是专门来 entertain 一下，所以快点快点 ，come on come on， 专心一点 customer service， 看到你上班在玩 Facebook， 还滑手机，是不是？现在有一点 downtime， 充一下电脑的电，而且顺便上传一下影片。现在来到了 Adeline 的家，然后我第一件要做的事情，你们猜得到是什么吗？猜得到吗？我们要做什么？晒衣服，晒衣服，对，因为我的衣服是在旅馆洗的，所以我出门都是这样自己洗衣服，然后找地方晒干。有没有觉得很好玩？来到别人的家里，然后是来晒内裤、晒衣服，太好玩了。你要拍照吗？不用不用，我就直接吊杆。我已经感觉不出来还有什么可以更真实的，这是 real me， 很糗哈、哦。把你们放下，啊哈，晒衣服。你们平时洗完衣服会用晒干吗？还是你们都是烘干呢？有大太阳的好处就是这样。这也是我新的体验，第一次在陌生人的家晒内裤、袜子、衣服，因为我跟 Adeline 其实也是昨天才刚见面的，她是我们 Fula Family 其中一个 member， 邀请我来酒会，我就来了，哈哈哈。我们今天要一起去郊外，好像是海边，还有丛林里面，在那边 camping， 笑死我了。Fula Family 不知道你们平时是怎么看我影片，但是你看这位 Adeline 坐在沙发上很舒服，对不对？可能这边。Oh my gosh, what is going on? 来看连续剧。哎，开面，这不是我的影片吗？哇，我们去 camping 哎。你们很传统的面吗？还是很有名的？是的。很过瘾哦，我好像没有这样子看过我的 YouTube 影片，就坐在这里啊看自己，原来是这样的感觉。哇。哦，看到那个面我就想念了。好，你好好想，这一部你还没看吗？哦，你已经看了，
你什么时候看的？才昨天才放。我们昨天才在一起、啊。哦，好厉害厉害，超棒的！我们现在正在超市要准备今晚要吃的东西。我发觉九二的人更会享受，完全我们是要去外面录影，但是听起来好像要吃火锅，然后准备了好多东西，还有灯，还有各式各样的食物，好夸张啊！我听到什么 sausage macaroni， 还有在看这些什么青菜。我们要到了，哇！但是好像还没有。我们就睡那边路边，对不对？耶、yeah ！他们好像也没有睡过路边嘛，所以应该我要挑战他们一下，对不对？路边有睡过吗？没有。没有，对，有吗？洞。啊！哎呀！而且这边很好玩，就像云霄飞车一样。嗨，好可爱哦。Hello， 你要加入我们 Fuller Family 吗？你们怎么那么可爱 ？OK， 我们这次真的来到了野生了，完全没有人，开始看到越来越多动物了，有猴子，刚才有牛，这里有羊，而且都是离我们很近的。哇哇，冲过来，冲过来！哎呦，哎，他拿着 baby。OK， Fuller Family， 我一定保护你们，他就算想抢你们，我也不让。有曾经被抢过香蕉，那你们不会？他在叫吗？哇！拜拜，谢谢你送我们。对，不用不用不用。虽然今天也是 camping， 但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，不同人，然后地方也不一样。I love it, I love it. Say yes to opportunities, right? Adeline 邀请我来 ，Yes. And look what happened. 猴子哦。猴子对。猴子要来抢你们 ？No。No。哇哦，我们从这个森林里面走出来，旁边就是大海，而且好干净哦，完全没有其他人，就你们啦，感觉好像我们自己的岛哎。对啊，欢迎来到 Full Love 岛，就我们自己的岛 Island。这什么东西连贝壳都没有，这里超干净的。今晚就睡在这边海边跟森林的中间。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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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放一点东西，快点快点，再放一点重量。他们就是我负责的，乖一点。一个五百吗？一个500，别别乱说，别乱说，别乱说，人家会误会。人家会误会，我开玩笑的时候把他们卖了，因为这里没有人。在外面录影怎么可以这么的浪漫？我在里面。还有一个灯，对不对？这有点曝光，但是重点是我外面还有这个 Christmas light。Oh my gosh！ 而且那边在准备煮东西，那我在这边要编辑一下。哦，等一下有好东西可以吃了 ，so excited！ 我肚子也饿，今晚吃个火锅哎。先编辑一下。说不上恨，别纠缠。
好厉害！